欢迎今天的来宾鬼之翔。我有一天，我 YouTube 频道会超越肾结石。大家好，我是胆结石。为什么你的可以那么屁？不是因为你的嘴巴有点微嘟，你知道？完全正常，完全正常。嗯，好，微嘟，微嘟。有啦，嘴巴往上。有没有感到那个？微嘟就是有一个就是微嚣张的小朋友的秋感，而且我大小越来越严重。不要自己受不了，自己忍不住。哇，好恐怖！哎，好屁！哎呀，不要哭出来好不好？小朋友哭了。哇，那你假装哭啊？不用假装，已经很像哭了。听不懂啊，蛮写实的，真的听不懂。最近不怎么样啊，蛮写实的。这不是欢迎收看文倩小妹大，小心啊，美女预警。I don't care。没有，他们这种就是那种眼睛比较小的亚裔的女生，然后化的妆，把眼睛化到爆大那种。哎，那女生挂女生会怎样？好像没有差，没什么太，就是变得很比较妖艳，变靠马早，变蛇蝎女人。有吗？哇，真丑哎！就是这有感觉，做姐妹 OK。这个是 My sister OK。我的妈！把眼镜拿下来了。哎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观光客。也不会像老吗？这好像你小时候。是这个很像是这个很像是那个儿子女儿。已经长大了，然后搬到温哥华去工作，又是温哥华，然后他去温哥华看他女儿那种，哎，双下巴挤不出来嘞，因为他会把那个滤镜弄掉啊，糟糕。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摘照的影片，精华、甜物影片，还有摘餐车。